拥抱沧海起的波澜，只愿生气想飞到彼岸，我们一起唱故事完结。香也上完了，这下安心的上路吧。啊，周岩，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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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！不关我的事！是你，不关我的事！我们杀了林家所有人，都是他让我干的！你，都是你！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万蚁焚心的感觉？是不是你在里面动了手脚？对。让你也尝一尝焚心散的滋味。说，为什么要灭我林家满门？我和曹芳原本是大内侍卫，出宫后祖父收留了我，曹芳在林家看家护院，而我则被你祖父带到了由他一手创办的血祭堂。血祭堂是由我祖父创办的？没错，你祖父武功高强，成立血祭堂除恶扬善，可你的父亲他只是一个喜欢绘画的文人，于是你祖父就把血祭堂交由我管理。那你就恩将仇报，把林家灭门了。周远，你个畜生。你祖父临死前将林家宝藏的秘密告诉我，让我代为保管。林家山上有一座宝库，两个玉佩的模样交出在一起能生成一把钥匙，这个钥匙就能打开宝库。可是你们林家个个愚笨，锁着那么多的宝藏白白浪费，所以我只能想办法把它找出来，物尽其用。周远安，你自食恶果。我怎么了？古语说得好，生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今天我就拉你们两个垫背。爹娘，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。林家宝库的地图已经在血祭堂找到了，
血迹堂的杀手和哨子也都已经全部解散，无家可归的人交给泽宇他们收编了。其泽宇知道我们家有宝库之后一直嚷嚷着后悔了，他可说我不仅是他的女神女侠，居然还是个富婆。哥，你要是再不起来娶我，他可就要把我骗到英吉利了。哥，你已经躺了一个月了，还不打算起来吗？你还不打算起来看看我吗？曹伯可是把婚礼都给我们准备好了，泽宇还为我们写了结婚誓词呢。誓词的内容是：你是否愿意与他在婚月中共同生活，并承诺始终敬他。半块玉佩到底在哪儿？你看，惆怅，想你就要看月阑珊。